的奇人优越的巨星啊，菲菲姐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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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第一次上我们周末生活节目，先恭喜恭喜。恭喜什么？喜从何来？那个因为你结婚的时候没办法给你。那个是两年前的事了，不用再提了。已经两年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个看不出来，好像新婚呢、啊啊。真的吗？对呀。提，谢谢你提醒的，人家本来很多人都忘记了，你最近刚从美国回来嘛，等于是度蜜月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看报纸看到了。哇塞！其实我是个你的歌迷，坦白说，在这么多观众面前，我还是承认是你的歌迷。所以你有很多的歌曲，我大概很少不会唱的。哦。包括那个，哎，真的啊，真的、啊。哦。你讲哪一首，我大概都能够哼上两句。真的、啊。对，譬如说像《Hey Taxi》。Hey Hey Taxi， 我向你招呼。Hey Hey Taxi， 你开往何处？是不是啊？啊，这是第一句了。啊、你也忘了？那我忘了，更没有什么罪过。还有愿望啊，银波荡漾，看星河也闪亮。你的眼睛好像金棒棒棒，你看我背的还比他熟吧？向往啊，还有什么热情的沙漠，嗯、还有那个就这样甜蜜活到底、啊、为什么每一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向往跟热情沙漠，其实你不提哦、那个，我不觉得，你每提起来我觉得差不多都有一个、那个，每一个歌好像都有一个。啊哎，好像这是我的那个以前的那个招牌的那个，其实也不是刻意，就是到这个地方就有什么啊的一个声音，不是制作人告诉你说，不是不是你到了那个地方就啊，不是不是，我自个儿加进去的，自己加，对对对，也把它加在唱片里面，所以那舞台一出来也是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，很自然就出来，很自然的在录音间就啊，哎、所以我跟你讲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就光说不如一唱，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菲菲姐今天再表演两首歌曲，有那种啊的那种，还有没问题招牌动作在我们一起唱。那个地方有没有？哇，那个，哎，我还记得有那个地方那个手。鸡毛拍谁？现在鸡毛拍谁？啊，鸡毛拍谁？为什么拍谁？不会，我们一定要欣赏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再试试看，老师、okay. 来。来，我陪你唱。都在等待，今夜走入梦乡。梦乡，因为那里面有你，所以我才向往。一首不过瘾，再来一首好不好？热情的沙漠。在青春河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。沙漠里的小爱河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。我你看，我刚刚说的没错，这唱慢歌的时候是感性和性感，唱快歌完全是热情奔放，全身就好像那个全部的螺丝都掉了。不，感在你旁边呢，自己不会跳舞都觉得会被你感染，真的真的很不错。我们今天的特别欢迎你这个来到我们周末摄影棚，为你安排了一个神秘嘉宾来跟你献花，他非常开心能够见到你，因为他很久没有看到你了。你老朋友金燕，哈，金燕姐。哎，来来来，哇，很开心吧？很开心啊、哦，菲菲姐，大概多久吧 ？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， 是贵宾吗 ？No， 你们这两个，可能真的不要争到最后，可能要播到明天了。OK， 没有，谢谢，怎么样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真的多久没见面了？三年多了，从上次菲菲的父亲八十大寿，对对对，啊，八十，对对。大寿的时候，今年也就到了。今年父亲84岁了，虚岁就是了。我们把老人家缩小一点，83岁。你谈谈你们的往事吧。听说你们还是同门的师姐妹。哎，我们在日本的苏米亚桑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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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们在京都有一个老师唱歌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第一次去京都，那是第一次去日本。哎，有没有很羡慕金燕姐？人家现在已经有三个宝贝，我还羡慕她嘞。不，我想她现在是 superstar。其实不用急。不用急、哎、你也不用急、我也不用急是因为我觉得
怎么讲？有孩子有孩子的幸福啊，嗯、跟没有孩子有没有孩子的优点也有，对对对对对也有。哎，我们走出去很自由自在啊，没有什么牵挂。对，还有小孩子后面、哎、真的是很累。哎、对对对 对, 对。不过做妈妈都很伟大、哎啊，平常你讲，啊、我觉得嗯，没有信心去带孩子。啊，真的、啊。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了。不过我也喜欢小孩啊，他的小孩从小看他。我们要把那个把经验。哎，我那个儿子啊，菲菲看到他是5岁，来看看现在看看今天他这次暑假特别回来，来，正好碰到菲菲，来。你有没有跟哎呀，5岁的时候听说还给他盖棉被。哎，我们在菲菲的家里，在日本。啊、好可爱啊，小时候。哎，你长这么大了、真的有点长得有点像 LA Boys、啊哦、也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。他现在在美国念书，暑假回来、嗯、正好碰到菲菲阿姨在这边，我说哎呀一定要带他来见你。不要叫我菲菲阿姨，叫我菲菲姐。啊，菲菲姐。是，听说这个我们这个好像也要走向演艺圈。哎，他现在他很有兴趣、嗯，但是我觉得男孩子还是要以念书为重了。嗯、对, 对, 对，所以这次暑假回来呢，玩玩是可以了，回去还是要收收心念书。我好严肃，我说对对对对，你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对对对对对，行不行不行，先把书念好再说。不，书念好之后，菲菲姐就可以提拔你一下。不不，提拔不敢当，互相研究。哎，又来了，后辈也是要互相研究。可以帮那个菲菲姐伴舞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这个舞蹈底子看起来就很不错。刚刚金叶姐已经告诉我，对，人家那个她的舞蹈完全是不输给 LA Boys 的。哎，也不这么说，啊、对，各有各的，各有各的。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我们请她稍微到旁边休息一下， okay, 好不好？ Okay. 对不起，来。不过今天呢，难得请到菲菲姐跟青燕姐来到我们节目，我们也要邀请青燕姐跟我们一起合唱一首菲菲姐的歌，太棒了，好不好？这首歌曲是大家很熟悉的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，我和你，来，老师。待会别忘了继续收看周末摄影棚，拜。